大家好，我现在要讲的是第五题，六人十三次加十三 x 二次加四 x 减三，二等于括号 x 加一乘以括号二 x 加三括号三 x 减一。所以现在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这个可以把它假装成三十，然后会等于二乘三。然后就用这个来看看，然后现在说 A 六 x 三次加十三 x 二次加四 x 减三是这个的因式，现在这个会等于三，假装会是等于三，这个会是三十，啊三十不会是三的因式，所以。应该是倍式，就是那个改成倍，所以 A 就不是了。然后再看 B， 三 x 减一，我假装变成五，然后他说五是三十的倍式吗？不是，五是三十的因式，所以这个化掉变成因，所以 B 也不是。然后 C。三十，把它变成三十，然后说三十是不是这两个相乘的倍式？然后这两个相乘会是六，会是十啊。然后三十是十的倍式，所以 C 对。然后看这个 x 加一。然后乘上 2x 加3会假如变成2乘 3， 然后这个假如变成30，所以2乘3会是6，他说6是不是30的倍式，6不是30的倍式，6是30的因式，所以这个化掉变成1，所以这个也不是，所以答案会是 C。